Ray TV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我是 Ray。那今天呢，我本来想要带大家来空拍这边，这里呢是听说全台湾最大的一个妈祖庙。那可惜的是，我刚开启那个空拍的地图来讲，它好像有一条高速，应该快速道路有经过它的这一边。那因为台湾法律上规定呢，是在快速道路的时候呢，两边30公尺是不能拍摄的。那所以就很尴尬，因为这个点刚好是中间被划过去，所以考量一下之后，还是不要飞行它了。虽然说它这边大部分都是绿区，就是可以飞到120公尺那边。然后后来想想之后还是算了，还是就是拍实际的那个在地面上拍一些给大家看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它这边的门口这边呢，有在新做一个新式的大门。这个大概要做，我刚刚看好像还要做1年多吧，快要做好了。我这才1年做一半以上了，上面门楣啊什么的都已经用得蛮不错的。然后这边有两个顺风耳跟千里眼，带大家进去看一下。这是号称全台湾最大的妈祖庙。这个光是要走完这一圈呢，就大概要花个。应该花个半小时吧，我记得没有错的话。然后等一下呢，会带大家进去看它这边呢，除了妈祖之外呢，它后面还有一个这边的月老，听说还蛮灵验的。等一下带上大家去看一下，因为它的分店比较多了。我的印象中只记得在后殿那边，那在哪里我可能记不清楚，等一下找一下。这个呢就在大门口，大门口还蛮大的。它以前呢这边是个夜市，那现在呢不知道还有没有，因为现在盖了这个门之后呢，我不知道它夜市有没有取消，应该是不会取消啦。然后这边呢、如果在那种元宵节的时候，都会去办一些每年的一些重要的活动，都会在这边，还有在这边也都会摆一些相关的东西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它的主殿，然后烧金纸的话呢，是到那边去。这个石狮还蛮大的。他们旁边有人会演奏一些萨克斯风。然后呢，接下来都是会做这种可爱的 Q 版的神明公仔。然后我记得他们左右两边呢，好像要提供香客做住宿，然后这边有提供厕所、饮料什么都有。
这边还有很大的啊，我们继续往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，月老应该是在前面的那一座庙，前面的主殿上去没多远的地方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先一样带大家仔细的走完这一圈。然后这个上面的无物展览室。提供给大家住宿的一个香客大楼，这是狗他们给来的。OK， 那它的这边也有，另外一边也有，所以他们住宿的地方是算蛮多的。好，继续往那边走。上去楼上了，太久没有来东西了，在山里面就上去楼上。等我稍想一下。这样子呢，里面绕完它的主殿，跟这样一圈出来，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？因为我就是以正常的速度进行而已。我看一下现在的录影时间，像我们刚刚走一圈下来呢，它目前已经过了九分钟，九分钟还不包括我先去里面参拜啊，看看，我只带大家经过去看一下而已。那这样子呢，就要花九分钟的时间了，然后。你在拜完的时候呢，可以上去他的楼上，然后楼上之后他还有很多其他神明，他每个殿供奉的神明不太一样，然后包含到前面的这个主殿之外呢，中间还有，他总共有一二三三个殿，然后每一个殿的楼上也都有不同的主题，也有文昌帝君啊，什么都有的，这边几乎是大部分神明想到这边都有做供奉了，所以他范围真的是蛮大的，就是。号称台湾最早的妈祖庙跟最大的妈祖庙，一个是香客大楼，而且现在还在增建维修中。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，就是香客大楼，
面积真的很大。OK， 那今天呢，就简单介绍这边好了。那下次呢，我来的话，因为我现在有点赶着去下一个地点，时间上有点来不及，所以呢，我想说，给大家拍到这边就可以了。然后下次呢，我时间上 OK 的话呢，带大家来逛一下它的月老的那部分。它那边呢，它蛮里面的，很多人都会。刚刚在门口啊待了一下班，想说刚刚不是说想要在下次带大家来看吗？后来想我还是直接这次花点时间来这边带大家看一下吧。然后刚刚拍点一个定位的说明啊，在刚刚那个前面几秒钟有看到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进去玉笑兰这个店呢，是在前面的第一座店、第二座店这边，它最后一座、第三座店。然后呢，来到这边的时候呢，它这边就只是一个这边要从。现在呢是右路走出，我这边路口，然后往上走。然后这边就是有说明，参拜月下的话呢，请到楼上三楼，还有安泰税上三楼。然后大家看到从这里一楼，所有这边墙面。都是来拜过这些月下老人，然后成功结缘之后来回礼的，满满的，这里全部都是，一直走。上来三楼之后呢，这边是他们的凌霄宝殿，那主神呢是供奉玉皇大帝，然后月老的话在旁边那边。然后呢，如果不知道怎么拜的话呢，这边有一个简单的说明。那如果这些说明看完之后还不是很清楚的话呢，它里面都有相关的服务员，你可以去做询问。然后呢，月下呢就在这一座元辰殿里面的右边这边有一个月下老的神像。看是参拜的规矩，然后现场的人就告诉我说哪一炷香去怎么去做参拜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刚刚从另外一边走上，就是从那一边走上来的时候呢，也是很多这种鸳鸯谱嘛，这边走上去一样 ，double， 等于说再一样一模一样，不同的，它这个已经贴满了，贴满了，所以代表呢这个玉笑老人还蛮里面的。大家如果有空来附近的话呢，如果你刚好缺一个好姻缘的话，也可以来这边求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影片介绍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。
sit with me, talking to the night until the morning, building chemistry. I don't think I ever wanna go, come closer next to me. Trying to find another way to say this, but I think